因为当时我在开车，所以就没有听清楚外卖小哥和车主的对话。但是我看到外卖小哥一个劲儿的向车主鞠躬。每次一提到外卖小哥，网络对他们评价就是外卖小哥有多么多么的辛苦，多么多么的不容易。我们知道你们不容易，可是我们又容易吗？明明是你们的错误，却要我们这些正常行驶的车主来买单，那我们又招谁惹谁了呢？只要我们要求赔偿或者是追究责任，就会跳出来一些人进行道德绑架，说我们这些机动车主太没有良心，太冷血。在我看来，就是因为我们同情心泛滥，才导致一部分外卖小哥肆无忌惮的犯错、卖惨，甚至是迟到、弄洒，然后还觉得我们应该无条件的理解。我们的没关系是不忍心伤害到你们，不愿意为难你们，但是不代表你们做的就对。每一行都不容易，每一行都应该被谅解，那还要投诉干什么呢？其实并不是想抨击什么，也不是要指责什么。我们可以善良，但是并不代表因为我们善良，有些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犯错，之后再用舆论强制我们原谅。其实这些表象下面，外卖公司也有责任，对外卖小哥制定的制度不合理，还要苛待人家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善良归善良，但是该维护的权益还是要维护的。生而为人本该善良，但是人并不能因为你的不容易就选择无条件的理解，毕竟这个世界上谁又容易。对于这种现象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或者自己经历过哪些故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里告诉我。感谢大家的聆听。